事了，我先调个音嘛。他没有话讲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老板，我找不到我们要唱的第三首歌。又是你，老板啊。不好意思，为了这次表演，我们买新的弦，啊，新的弦，那个音就是会一直跑掉。好了，老板，你先擦个汗好不好？我看你这样很难过。其实没有这么热，这里有像台北37度吗？没有吧。好的。那接下来呢？因为刚刚那首歌有点轻快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带来一首，也是很冷。我们雨婷因为很爱带那个很冷门的歌曲，可是又很好听的歌曲。你最喜欢唱那种没有人听过的歌？对，答对了。我们喜欢在听 CD 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挑那个成名曲。你看，你们都是听前面三首歌成名曲，前面三首歌，我们喜欢听后面的八九十那个部分，特别好听，特别冷门。我们第一次唱的时候，你们还以为我们写的那么强。上次我们唱一首王菲的，也是很冷门的曲子，根本没人听过，然后就很多人就是有听到这首我们唱的版本那样。你以为你很红哦？上一次谁有来看？你以为你很红吗？到底啦！你再不唱，我都要生气了。好了，那这首很冷门的曲子叫《真的吗》，也是孟蔚的一首蛮久以前的曲子。好，听看看吧，应该是蛮棒的。想要现在清楚听见，而你可以不用回答，什么都不要说。我的笑容没有快乐，是否看得出来？黄昏的天，别告诉我快下起雨了。清晨的风贴在脸上，吹干落下的眼，一整夜的思绪难眠，等待你的回应。爱情没有太多理由，可以不用要求，但希望你明白了解，真心在这里，不想你，爱可以轻松。我真的爱你，爱你，你还是走。I miss you, baby, every day. I miss you， 心里的深处，思念依然在。你真的不再回来。想动，想要躺在你胸口。
上吹干落下的泪，一整夜的思绪难眠，等待你的回应。爱情没有太多理由可以不用要求，但希望你明白了解，真心在这里，不想你爱可以轻松，我真的爱你，爱你，你还是走。你真的不再回来，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 baby every day, I love you， 不要让我等，真的不想懂，想要躺在你胸口。 I miss you, I miss you baby every day, I miss you， 心里的深处思念依然在，我真的不再回来。 I love you, I love you baby every day， 不要让我等，真的不想等，想要躺在你胸口。真的吗？